众所周知，港岛区地段矜贵，居屋屋苑一向抢手，尤其是邻近港铁站居屋，更加是上车客梦寐以求。当中最为人熟悉的铁路上盖居屋，就非康山花园莫属。康山花园于1987年入伙，共有10座物业，大约有2180伙。屋苑卖点是实用率超过80%，加上厅房多数没有窗台，贯彻居屋实用见使特色。顺带一提，屋苑和私楼康怡花园属于同一个发展项目，所以两者外形相近。同时，康山花园屋苑配套亦都有别于一般的居屋，基本上住客可以同康怡花园共享泳池、健身室等会所设施。讲到最大的卖点，就是一出港铁太古站就是康山花园，加上位置前临英皇道，步行即达电车站、巴士和小巴站，交通地利比康怡花园更加优胜，是名副其实的居屋王。再加上地标商场太古城中心，入面有齐连锁食肆、百货公司、潮流名店、戏院等等，还有行人天桥连接康怡广场，组成区内最具人气的购物圈。不要忘记，康山花园邻近太古坊商业区，适合专才园区就业，令到盘源更加抢手。在消闲选择方面，由康山花园步行5至10分钟就可以去到鲗鱼涌市政大楼，除了有多层街市，入面还设有公共图书馆和体育馆。又或者住客穿过太古城中心去到鲗鱼涌公园，还可以享受多元休闲空间。讲到读书安排，康山花园属于14校网，这个港岛区第二大校网，不乏传统名校，包括香港加勒萨学校、北角循道学校、北角卫理小学等等。至于东区中学有大约30间，例如有比利罗士女子中学、张竹山英文中学、金文泰中学，适合中产家庭为仔女升学铺路。想知道更加多屋苑详情，马上联络以下分行啦。